OK，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成像这件事情哈。那么在讲成像这件事情，我们得要先知道我们眼睛是怎么看见的哈，才能知道什么叫成像。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人我们所谓的看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哈。假设有一个灯泡好了，摆在这边。那灯泡呢，当然会发出来很多很多条光线，往四面八方射出去，其中呢就会有一些哈，例如说这一条或者是这一条光线进到了我们的眼睛，其他的就没有进到我们的眼睛，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 care 它，我们先把它涂掉好了。虽然它存在，可是因为没有进到眼睛，我们眼睛根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涂掉。我们现在只关心目前留下来的这两条光线。好，当很多条光线的其中两条光线这样进到你的眼睛的时候，你就会认为有个东西在哪边，在这边嘛，我换个颜色再画一次，你会觉得有个东西在边。好，那这个叫不叫成像？这其实不叫成像，因为这个叫做有个东西在那边你看到，我们不会叫它成像。 OK， 好，那么接下来要讲成像这件事情了，成像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会，我们的眼睛会弄错，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东西在那里，你却觉得有，好，你却觉得有，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它成像。好像眼睛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眼睛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假设有一个平面镜在这里，然后有一个灯泡在这里，这个灯泡一样发出来无限多条的光往外，其中有一条打到这里，有另外一条打到这里。好，然后呢，一样，我们先把无关紧要的光线去除啊，这个成像也先去除掉好了。其中有一条光线，我换一下颜色哈，让它比较清楚一点。有一条光线打到了这里之后，然后呢，往这里反射进到你眼睛。有另外一条光线从打到这边，然后反射进到你眼睛。你会发现，刚刚黄色的光线跟我现在画的红色的光线，对于眼睛来讲根本一模一样。它根本分不出来光线到底是从这里出发进到你眼睛的，还是从这里出发进到你眼睛的，对眼睛来讲根本一模一样。于是你的眼睛，或者应该说是你的大脑，会做出相同的判断，告诉你东西在哪里，东西在这里。于是呢，你的眼睛说啊，有个东西在这边，实际上并没有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它成像。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它成像。OK， 好，那么讲完成像之后，好，如果你知道什么叫成像，接下来要讲叫做实像和虚像。Cut， 好。以这个例子来讲，好，目前看到这个例子来讲，叫做实像还是虚像呢？哦，叫做虚像。虚像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有个东西在这里，它发出来的光线怎么走呢？好，来，我再换一个颜色。你认为它发出来的光线是这样子走的，从绿色，然后呢变成红色，这个路径到你的眼睛里，从绿色变成红色到你眼睛这两条。所以呢，红色是真正的光线，绿色可不是。你以为光从这里出发，你以为光从这里出发，但是抱歉，光并没有从这里出发。好，这件事情我们就把它叫做虚像，没有实际光线，没有实际光线交汇，橘色这个点
并没有实际向光源交汇，你却觉得有，这个时候叫做虚像。好，那什么实像又是怎么回事呢？好，实像是怎么回事呢？糟糕。OK， 实像又是怎么回事？我们 再给他一个人好了，一样，他必须要一个大眼睛，这样子我比较好画光线哈。好，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我把灯泡摆在这边，然后呢 ，OK， 我准备一个凸透镜给你，一样，它会发出来无限多条光线，有一些会经过凸透镜，有一些不会。我们不太关心没有经过的，所以我们只看经过凸透镜之后，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OK， 好。这边画的眼睛不够大，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光线经过凸透镜之后，然后进到他的眼睛。好，凸透镜的光线怎么样的跑？这边画的并不精准，所以这个地方这里这个影片并不强调这件事情。好，所以就先不管那个部分了。今天就主要是要讲成像。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眼睛会觉得东西从光线进到你眼睛的光线在哪里呢？我一样用红色画，进到你眼睛的光线在这里。于是你会觉得发光的点在哪里？你会觉得发光的点在这里。好，于是你的大脑会告诉你有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发光，然后让你看到。于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叫做什么？叫成像。没有东西在那边，你的眼睛却觉得有，这叫成像。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实际光线从红色这个点出发到你眼睛呢？有。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成像里面的实像。好，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可以在荧幕上成像的叫做实像。好，那我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就是说如果你把一个荧幕摆在这里，因为光打到这边的关系，所以原本的光点在原本的光点发光点在这里，还是用箭头好了。原本的发光点在这里，然后呢，因为它重新聚集到了这里，我用一个荧幕把它放在这边的话，荧幕上面就会呈现一个光点。你眼睛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光点在这边，所以它就变成可以在荧幕上成像，因为有实际上的光线在这里，所以可以在荧幕上成像的叫做实像。那么回到这张图，如果我今天把一个荧幕摆在这边，这里会不会有一个光点跑到这边呢？其实不会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光线到达这里，光从这里出发，光从这里出发撞到平面镜就反射了，根本不会有光到达这里。 OK， 所以你放个荧幕在这边也没用，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叫做虚像。好，那以上是成像、实像跟虚像的一些观念。